贴布对决之台韩生死战，我是今日的主持人郑红银，坐在我左手边的是今日的裁判洪新天洪银神。大家好，我是洪新天。韩国万岁！好的，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韩国当红艺人李弘基以及台湾三流花许纯美，作为我们今日的纪念品。大家好，我是 FT Island 的主唱李弘基。大家好，我是纯美的纯美，我贼好啦。好，让我们马上进行比赛。今天的评分标准是以下三点：一、美观；二、弹性；三、多功能。好，让我们请洪兵人进行第一阶段美观的评分。再来进行第二阶段弹性测试。看来是台湾贴布的弹性比较好。叮啾叮啾，气球气球，终于来到最终阶段多功能测试。让我们请李弘基以及许纯美各自贴上贴布，十分钟后公布结果。现在请李弘基和许纯美将贴布撕下。我们来看看结果。哇，太惊人了！台湾的贴布不只有疗效，还有100%的除毛效果。这分明就是双面胶，台湾作弊！台湾四哥，韩国冠军！小米，看你判太香了，我们哪有作弊？你是冰冰吗？嘘，你不要人身攻击。由于台湾不服比赛结果，所以我们开放现场 call in， 听听民众的看法，请拨打以下的专线：0800-945-945，林北0000-9100-9100。喂，这里是贴布对决之台韩胜。不要脸！什么？韩国就是不要脸，不要脸，不要脸！我们作弊，骗笑，没给你看货啊！先生，请冷静。没给你笑，没给你笑。由于这位先生情绪非常激动，没给你笑，十分混乱。所以我们将结果另行公布，谢谢观赏。